今嘛刚好是选举嘛吼，哎，奇怪了，这个马怎么搞的？大家都有这样的愤慨，是安那愤慨？好，台湾历史的事实变动，就是因为因。扭曲事实，扭曲事实。所以今仔日中华民国是流亡，咱拢知，有听过的嘛？哈，伫网络还是初级班？好像昨天我看到有秘书长问你们说，有跳马上跳到高级班的也有一些了哈，嘛不要紧，因为烈心烈狼。你家就是有心，就是爱，阿要安怎，好起来，不是马政府哦，是隆重的中华民国，阿要安怎挂出？哇，伫历史来讲，这不是骗人的，不是诈骗集团。有人讲啊，恁台湾民政府是诈骗集团。我的等来讲，就是真正诈骗集团，啥人？是安怎？是骗啥物？安尼想来想去，去个，阿伯安怎讲？都好像没有什么话讲，不会讲。但是今仔日，咱对中华民国，恁伫初级班的时候，因为我是高山族啦，所以欠债请恁嘛是爱吞论哦。若无吞论哦，我爱讲高山族的话语哦。印尼嘛木发音木那个难路，聊嘛木难那嘞。跳舞无？这就是包容的族群哦，明白？好多话嘛有讲黑话嘛有，原住民高山族十四族，1923年，1923年是日本天皇的太子，日本天皇太子呢来到台湾。因为因日本对高山族是讲烦呐、烦心、烦呢，都是烦呐、啊。这个烦好像爱出草啊，砍头。但是中华民国把这个五凤故事都烙在高山族的身边，安尼无公平，因为。内底有对家己的人，有无？内底有家己，哦，足歹势吼。无缝故事是假的，所以像你这高山族少年人、青年牧师，把他挖倒，甚至绑起来，有杜尼在那边的时候，哦，给他拍倒，结果要判刑。鳌拜现在五凤故事就被删掉了，就没有在小学跟中学的课本里面弄过，这就是无事实了。所以今仔日中华民国遐尼侪无事实，亲像我叫做对不起。也无写起我真正台儿族个名，但是因为为着恁，所以我写南福下德雅福下德，因为我家己个名是雅武，迄个武无字啊，所以有人讲你高山族原住民山地人，你贵姓？你姓什么？我无姓。有人讲安尼奇怪，啥物无姓？
当然啊，我原住民高山族无势啊，我的名是伫头前，后壁是爸爸的名，佮后壁是阿公的名，佮后壁是阿祖的名，迄个是台儿族，所以无势。但是阿弥斯潘查拉有阿弥斯。盘查来，还有盘查来，几个有高沙族的那个，特别是阿美族的声音非常洪亮、啊、那他们也有他们家族的名字，也是头前是家己名，后边是爸爸名，所以安尼太子来台湾的是1923年。哎，反正そうですか、これは全然他说是完全错误啊，因为那么好听，歌声跳舞哇弄下你后跳，这怎么是反正鼓励反正哪有的小，所以不能叫做犯人，就 改为高沙打卡沙狗，所以打卡沙狗意思就是遐尼水的山顶所在，大的所在遐尼清气遐尼好。有人伫台北说啊、哦，豪宅拢是贵亿。阮甲台北人讲，阮伫山顶是几十亿，甚至几百亿。你奇怪了，去山顶。拢无遐尼好诶豪宅，是你是好笑还是骗人？阮是空气啊，嗯，遐尼那么多的财团跑到山上去盖民宿，那个唔拉规约呢？那整个的生命拢是传下去的，生存价值哦，真好。当然恁的所在嘛水啦，拢水啦。但是有时间有机会，嘛是爱透过恁的休困的时、轻松的时，到山顶，安尼好不？全台湾拢水，起码有半水，一半的美丽，甚至已经糟蹋了，甚至。腐败，甚至臭个食安问题，拢是哇，咱的生命拢是有癌。所以昨天秘书长说，哪一个没有癌症的？因为我看那个网络啊。但是今仔日这拢是因为中华民国69年，所以唔是对因的立场来看。咱的台湾应该是咱本土台湾人来看台湾，亲像我的名，那是对迄个何罗威雅福哈德意思完全无同。我的雅福是真正雅福，雅福色，真有气力的色安尼。我的爸爸是色，即嘛84岁。他是打赤脚的呢，他到山顶都爬山都不必鞋子，他为了鞋子为着令呢，为了平地人去很勉强的穿鞋子，在我车上的话说，爸爸脱鞋子，然后到山顶的时候马上鞋子脱掉，不适应啊，所以因为。咱家己的角度无同，还是观念无同。虽然观念无同，真正因为为着观念互相误解，误解了后无互相了解，所以无了解是争论就有存在。这个争论有大小，有轻有重，有轻重大小的一些的争论。我刚刚在参议员、众议员，还有内阁宜兰州、台中州，我嘛爱问恁，
没有咬过自己的舌头，牙就看麦。大家安那讲？自己的舌头没有咬过的，唔捌咬过的，来，牙就了。拢有哦，嘛是唔是挑工的吼，唔是故意的，所以连自己的最亲的嘛是有争论，所以人就是安尼。但是不要紧，迄、那个观念虽然无同，嘛不要紧，但是爱憔悴真正事实，真正的事实能够找到，一些观念一定会改变。我常常的以前我在上课的时候，我是高山族，在三十几年前，我跟我的太太恋爱，恋爱是我他的爸爸妈妈，我的那时候准岳父母。小米，你个烦恼恋爱，病哇！三十多年前。高沙族跟平地小姐恋爱很困难的，所以我爸爸说卖边境了，我们是山地人，我们是环那，怎么可以跟北的休假？但是我这样看，我越看我太太，我的女朋友越看越漂亮的，对我来说啦，对你不是的，自己来看眼中的西施嘛，到今天也是好，然后观念虽然不同，但是我那时候的女朋友现在的太太说，爸爸妈妈，你没有跟亚父开讲还是聊天熟悉，马上反对，这样怎么好，这样怎么好，这样囡仔哦，那个二十多岁的小姐跟爸爸妈妈，五十多岁的爸爸妈妈，所以那时候在我们神学院，基督教的一个神学院在谈的时候，然后有一个外国学者、教育学家，就有一个同学问的问题说：“老师，问一个问题，山地人的男青年跟平地的女青年可以谈恋爱吗？”我全部的同学都向我看的，就是这个。后来那位教育学家说：“不要笑哦，今天他们这一对有恋爱，是起头呢，都啊开始呢。后摆十几年、二十几年、三十几年了后，愈来愈多呢。”安尼，检查恁的新妇还是仔婿有高山族无？可能还有机会啊，对不对？那你的观念，听到烦恼、烦心、悲因，那就我们的观念爱，嘛是爱反省啊。真正那是亚母派家，迷迷冒冒，那当然就不要嘛。但是，我们一年后结婚，一年后就生第一个孩子。我爸爸妈妈怎么说？岳父母怎么说？哈，还那干嘛够追？哦，就看到事实，观念就改变，对不？今仔日69年，中华民国，荷兰压制。给我们压制殖民，事实都变扭曲了。我们没有抓住中华民国的本质，流亡政权的本身的事实，我们的观念一定很难改。请求您的亲家啊，你告民政府啊，台湾民政府诈骗集团呢？有无？有甲恁讲无？啊！什么诈骗集团？你有没有什么被骗啊？以前你被骗吗？
你的身体也被骗吗？弄无啊，唔是囡仔，所以咱家己知影事实。所以今仔日爱改变这个中华民国，就是因为恁参与台湾民政府有遐尼好机会，真的是一个机会，是正好你正在参与台湾民政府的历史，而且你在写台湾民政府的历史，因为恁的参与、恁的牺牲、恁的付出代价，所以恁嘛是台湾历史的著作，你们都是作家。是安那讲？后摆20年、50年、100年了后，20-30年、100年以后，你后代就一定会看我们现在的历史，你在著作。所以后代你的晚辈呢，你的后代一定会看说啊，我阿祖、我阿公、我阿嬷、我奶奶，哇，遐尼好，哇，勇敢的台湾人，革命先行者，革命先行者。所以秘书长告甲咱讲，是先烈，先烈翘起。亲像阮以前原住民这个名，所以高山族就是因为原住民以前的高山族。你看，1923年，日本太皇来到台湾，换掉高沙族的时候，国民党进来，中华民国蒋介石这个集团进到台湾的时候，他也很聪明啊，他们本来就是这个乍期就是有小聪明啊，把那个高沙族改为高山族，有同款无？那对近亲的来研究有淡薄无同，你无研究，你无听到这个名的由来，这个来源，这个名字的来源，你可能都觉得说啊，赶快呢，高山族、高山人、上地人、平地人、上地三包、平地三包、你三包、我四包，好像都一样。所以我们那时候我们证明运动的时候，1988年我们高沙族还我土地运动，我是策划人之一呢。那尤哈尼是第一个行政院原民会的第一个主任委员，也是我的同事，我们策划还我土地运动，1988年。因为到今仔日，高沙族的土地还是传统领域，拢是保留地呢。保留地、保留地，那你咪就是搞保留地，到底有啥咪意思？保留地意思就是，唔是你家己的地啦。是讲你敢那保留，你敢那管理哪点呢？你只有管理，你只有保留，只是给你一个限定。然后不是有征编土地吗？然后一看，怎么都是羊走的悬崖峭壁的山，还要给我们高沙族，真的欺骗我们高沙族，怎么去踩这个悬崖峭壁？这个土地给你征编呢、啊？给你抽签？抽签的呢，抽签呢，这抽签的时候，一看有的好平地，有的有那么多的山，你说啊，九头象征，有的是山羊走的呢，所以都是骗笑。所以整个连我们证明运动说哈，不要紧啊，平地三包三地人弄赶快呐，问题是这个是自尊的问题，我。请问您有好事，还是您的心腹特别是有福气、哦、真的 有喜了，是不是别人跟您无亲戚的朋友无亲无故的人有您跟您好吗？有替您好吗？无亲戚的人，无关系的人来到恁的新妇
伫遐和你的囝婿，诶，迄个孙子还是何名？有无？当然无可能啊！毋是你的亲戚，无关系的人，当然家己的迄个子孙，家己爱和子孙的名是，你做爸母，还是你做阿公阿嬷的责任啊？不是无亲家，跟你无亲无故的人，怎么会替你和替你娶呢？赶快！所以我们在证明运动的时候，我说，原住民不管是山地人、山地上包，我们不喜欢听，我们喜欢听原住民，原来住在台湾的原住民。结果很多平地人说不要紧啊，赶快啊！有的人说不要紧啊，先住民也可以啊。什么先住民？下面是先住民的，先住民已经跳起了，那个叫做先住民呢，已经死了，我还在，我怎么还跟这位先住民？所以，我家己的名，我家己爱好，不是恁中华民国，恁国民党，无民进党嘛，不是，是我家己，安尼好无？亲像你家己啊，你家己有迄个主体意识啊，个人的价值啊，你家己家庭背景，你家己有价值啊，所以你自己要争取嘛。所以今仔日我们改变中华民国，不是干那创造历史，嘛是爱参与来做遐尼大的工程。我们正在做更大的工程呢。是我们帮助我们民政府的秘书长大家长帮助他，也是实际上也是帮助我们，不是只帮助我们自己，也是帮助我们台湾人，我们本土台湾人，我们的后代，这样好不好？那个观念要清楚，必须定说要清清楚楚，就是爱分开嘛，爱看出中华民国的事实。诈骗，遐尼诈骗遐尼大，这嘛是爱对参与的。今仔日的你嘛是大家好，我们看一下，台生，帮我。好，下来。所以有一句古犹太人的格言，被掳的得释放，瞎眼的得看见，受压制的得自由。这个对，因为今天的台湾人，今天的台湾人本来就是让中华民国被他们抓去被掳嘛，然后要怎么释放？爱参与咱的台湾民政府，有听到无？在初级班，或是以前在网络也看到，一只那个苍蝇安那讲，好心哦哦，好心，嘣，以为是门口，不是啊，原来是窗户，快点哦，吓你更。共，嘛是唔是唔是门？不是不是真正的路，就奇怪咧，走来走去嘛无路，行唔到房间啦。山顶阮高山族唔是房间哦，因为阮以前高山族房间是爸母、大姐、哥哥、姐姐、弟弟，拢是全部都住在一起，所以无房间啊。我们都住在一起，我在小的时候，我们是讲行不到，行不到山路啦，你山路也有狗熊的路呢，啊，小心哦，爬山的人有经验嘛，吼，但是爬山的人也是有迷路的所在，迷路的时间啊，像我们高山族少年人到都市也是有迷路的所在，
所以今仔日咱互相安尼好无？因为高山族少年人到白地，你奇怪，迄个地址无同，迄地址毋是即个巷是到迄个巷，咦，毋是同名，但是无同巷。你有的是弄错了，就像在宜兰的太平山，有没有去过宜兰太平山？太平山本来阿扁时代的时候，阿扁时代的时候本来要成立一个马告国家公园，那是旗兰山。要成立马告国家公园，我们几个原住民高沙族的请假参与来的，结果他们本来说旗兰山国家公园，我说不爱，我爱说马告国家公园。什么是马告？马告是珊瑚礁，这个珊瑚礁在山上，假如你渴了，你就咬有一粒一粒的，有一点辣一点，就是胡椒似的，珊瑚礁，那你把它咬一下，你就会解渴，这个都是我们祖先留下给我们的。所以这一座山非常多的马告，而且是日本时代有关键性的革命在那边打斗，所以我们纪念的我们祖先英雄的故事，而且用马告作为他们精神力量，所以我们就说不爱，不要用旗兰山，我们要用马告国家公园。结果无代无志，有一个叫做原住民的什么什么美啊，什么金树美啊，高金树美，好音动啊。所以今天是中华民国一个立委可以挡任何的法案呢，安尼有合理无？一个立委呢，会当挡隆重的法的规条、法条、法律，就像现在的法官，今天呢，今仔日的法官会当判五年，还是十年、七年，还是重刑的话，就无期徒刑。奇怪，现在无期徒刑的人，另外法官在遐判，有共无？有共无？无共，无期徒刑变成十年了，十年变罪无刑，无罪了。那有安尼个代志？一个法官会当掌管隆重的法条，所以我们台湾民政府执政以后，用陪审团，法官，你主要法官只不过是主持而已，不是你判就判，不是，是陪审团，就像学习欧美跟日本，这样好不好？这就是我们看出台湾人的愿望，就是在你们的手中，你我的参与。这个爱生命带代价呢，真的是你没有从里面的生命付出的话，安尼无采工。所以我们常常来上课，那我们常常除了高级班呢，我们还要继续进行的阶级训练，还是伫网络底下家己研究，还是甲同心来研究，还是恁家己的团队，你的同心，还是你广州的安尼，常常底下研究，安尼咱的对法律的这认识安尼较有深，比较深度的了解。那今天都是这样的事情，所以中华民国违法乱纪，不要一大堆人那么贪官污。然后当时美国杜鲁门总统曾经痛骂蒋介石、宋美龄，每一个都是贼，擦了7亿5000万美金、啊、这个网路都可以找到的。那他们说，哎，你们国民党的本性还是这样啊，很难改。所以美国总统说，那一脉相传下来也是同样，什么陈友好、王佑贞、吴泽元、何志辉、李庆安，都是这样。这个是一点点的，
只要钱不晓得，都写不完的。奇怪，是安怎？所以到底什么是不要脸？你看，爱中国又不去中国住，台上有了，但是台上很危险，听说也有二奶村的。台湾民政府无安尼啦，无遐尼好康啦，这拢是糟蹋咱的性命。吃台湾又瞧不起台湾，领咱的薪水又看不起。我的姐夫是辽宁省，我以前是台湾独立非常强的，因为台湾基督长老教会独立很强，那我们教会也是非常独立性的。但是我来到民政府，啊，袂当假，袂用啦，是安那袂当独立？加盟日俗内战，所有权伫日本天皇，即马占领者主要权是伫美国。所以所有权状在日本天皇重光葵，他是代表日本天皇跟日本政府两个身份来跟中华民国，就是蒋介石集团签约，来交代要把这个台湾呢，因为日本投降了嘛，投降以后谁接麦克阿瑟，普通他们战争的命令的一号呢，就交给蒋介石，然后蒋介石交给陈仪，然后就接受这个盟军的投降。他只不过是代表谢国家呢，不是给台湾给这个中华民国。所以这个历史呢，以为说啊，台湾就是中华民国，不是的，所以整个这样的事实都被他们扭曲。所以中华民国呢，到台湾以后，那么霸王，但是跑到中国那边就变成乌龟了。你看这个 APEC， 这个亚洲不是他们在开会在北京吗？结果听说中华民国的七位代表没当入去啊，干那澳门呢？啊，只是接待的时候当然有接见，但是没有那个席位，因为台湾不是国家，中华民国也不是国家，中华民国是什么？流亡。今天我若是到你的家，还是你的家，说救命哦，啊，有人要把我杀的，所以我就到你家里就求救，结果你包容，你帮助我，恁帮助我。但是到了10年、20年、30年了后，我这个逃亡的人，多亡的人，会当决定你做老板的土地权，你做老板，我嘛会当参与来决定你的领土，还是你的家，安尼有合理无？当然无合理啊！我是多亡的人，哪有权利？当然无权利啊！今仔日中华民国就是安尼啊，是安怎多亡的人到台湾会当掌管所有的台湾？因为受到美国的委托，是美国委托中华民国暂时代理管辖台湾，所以咱拢是清楚嘛，对不对？大家清楚。我们看看，这些都是，这是东西德在1989年11月9号的时候，东西德柏林围就开始倒塌，他们就开始，这个就是正义，为着正义在那边去修复。今天我们就是也要做修复
从扭曲事实腐败的这个社会，这样的政府来做更大的事工。所以我说，让在做著作，让历史的史料，甲咱家己的历史。所以这个最大的工程，真大的工程，就是伫恁的手中，咱的手中。所以能够把所有的，那为什么会肥咖呢？中华民国那么多肥咖，金针呢？委员长蒋介石他为什么都是穿军服？他就是要做整个军人姿态，所以他才会做二八事件，恐怖组织，所以美丽岛事件，这个整个都是因为他就是军政时期，他要掌控，只有用军人的身份掌控，才有那种威权。这个是伊家己称呼呢，是他自己自称的，然后整个历史被他们篡改，然后还有自肥立委，霸占整个选举、教育、整个金马金融，还有把关的问题、食安的问题，还有塑化剂，这些都是把关的问题，把关的问题，因为把关都是用自己的贿赂，啊，去贿赂这个官，官商勾结。整个的贪污都开始种种而来，这个都是活在中华民国体制，所以民进党也是有学习了。整个的立委哪一个说，哦，我是干净选举，真的有干净选举吗？所以秘书长讲得很清楚，我们都不能参与选举，参与选举等于让中华民国持续下去。那当然也有一个党派、一个组织说我们不参加投票的，当作废票，这个也是可以帮助中华民国不会继续执政的一个机会。但是有可能吗？真困难。这些选举是家己的选举，选举都很好听的。那双外是拢有整个的条建设了，整个一定会做得好好。安尼好唔好？好啊！哇，双阿比双姑嘛是阮做牧师啊，是教会牧师嘛是伫遐帮站的。安尼哦，台湾都咧哦有主管，安尼高山族原住民家己的传统领域，家己的土地。很厉害，你好唔好？好啊，欢喜个，好啊，欢喜个，特别流目屎呢，感动得流目屎。但是为什么到阿扁第二任的时候，第二任连任的时候，有人问阿扁说：“阿扁啊，你不是说你当选的时候，中华民国爱盖国民呢、啊，爱盖要制定宪法？”阿扁说。我袂当做就是袂当做，是安那袂当做，你知无？因为因就任的时候，中华民国这个韦总统就任的时候，一定是选举要宣誓嘛，对不对？他们要就职的宣誓，我是中华民国的第七任总统，然后我要。实现我要效忠中华民国，我要实现中华民国的宪法，我要保护中华民国的国民，是台湾人民呢，是中华民国的国民呢。无了身份证都是中华民国国民呢、啊，中华民国国民都是中国人呢、啊，除非你有办台湾身份证，所以今天让爱改变，这整个这些问题都出现。那今天跑出来的一个战争犯啊、哦，这个犯罪的犯，把10月25号当作光复节。你们初级班都已经上过了嘛？我不必解释，也没有这个光复节。那元月12号，
1946年把原来的日本籍转到中华民国籍，而且集体的呢，全世界无呢，干那中华民国。然后年底呢，1949年又强迫我们南兵的男人最当最阿兵哥，我们那个阿兵哥吼，哇，真的很好看呢。我也是骗，我在我们班联的时候，我也骗呢，我也学习中华民国骗了，那是40多年，40多年前的时候，因为我高山族，亲像我64岁，64岁，哦，我64岁现在，我30多年前当兵的时候。因为勾刷做惯40年次，民国40年那是他们的 年度哈，1951年那个时代呢，惯拢是勾刷做，哇，勾刷做运动起来，哇，嘿嘿叫，哇，辛苦，很勇敢，很壮，那吃那个稀饭哈，我对不对？吃稀饭，他们怎么吃啊？噜噜噜，就在前面这样，马上吸三口就吸三四口就吃光了，很热呢。稀饭的时候，我不能，我慢慢吃，他们已经吃三碗了，结果馒头也吃完了。馒头吃完的时候，我们的连长说：“还要吃吗？”结果高山组说：“还要。”就跑到隔壁的一些平地点，一大包馒头又来，哒哒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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假料，要吃光，还要不要再吃？要，再吃另外的，一来，马是吃，吃个梗梗梗，哇，这高山族那么会吃啊！但是运动。打击射靶都是第一名，眼睛亮。当然我的眼睛不好，现在我已经落后了，好像不是真正的高沙族了。那他们哇，枪支打靶都是很准的，所以我们打山猪、打山羊、打飞鼠也是很准的。那除我以外了，砍菜。那在整个，然后我们的班长说：“好吃饱了，好报数。”报数的时候跑到树木去报起来，不是了，要报树木1、2、3、4了，不是要报数的。结果这个高沙族很幽默，难怪警察抓到高沙族的在山上的时候，警察说。你打3枪，这个高沙族的青年呢？没有啊，我打1枪。你打3枪啊？没有啊，我打1枪。原来3枪就是3枪，刷丢刷丢刷丢啊，那个就是3枪嘛，不是1、2、3枪。所以高沙族的年轻人说：“我打1枪，打1枪就毙命了。”这个高沙族也很矮。很幽默。还有山猪也是有硕士大学毕业的呢，以前山猪很容易抓呢，现在山猪也会闻到钢丝的味道，它会喵喵喵把那个陷阱弄到边呢，所以就抓不到了。嗯，现在因为大学毕业了，聪明。山猪大学毕业，哦，这个对不起，你们当中有素食环保的官僚，因为我们文化，就像我们去年去日本的时候，有一个日本将军退休了，高扎归回，一听到塔卡沙后的时候，老白菜，是安那老白菜，在新几内亚。打太平洋战争的时候，他说：“若不是高沙青年救我，今天没有我。
而且有两三个高沙族青年为了我而牺牲，所以他就老白塞。然后他讲一件更有趣的事，我们已经肚子饿，把都腰个特别细，结果还好有高沙族，哇，打卡杀过，马上拿刀去追那个小山猪，杀杀杀，然后那血马高山族的青年马上喝血，哭哭哭哭哭，哇，哭的啊不耐的笑，哇，这个危险怎么可以喝血？这个我们从来没有喝生血的。就高沙去打卡杀过说，你没有喝，你就会完蛋了。结果高沙族为了日本将军，还有几个平地的，还有几个日本兵的，为了他可怜他们，所以好好安尼休蛋一下，高沙族去生活，也没有什么火柴啊，一样用石头咔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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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就生火了。那生火把那个山猪切切切，然后烤肉，胖嘎。真正香呢，你有吃无？有无？有烤肉有香无？真香。结果这个将军本来不喜欢吃的山猪，不喜欢，一闻到香，一吃哦，嘛未歹，哇，高兴的哇！这个故事我们本来不知道，就是因为打卡杀狗，所以今仔日。所以你们碰到打卡杀过有迷路的话，要包容帮助他们，安尼好不？请求被刷的平地人的爬山登山社啊，哇，我有经验的人，我这样很多爬山的，但是一不小心崩下去，起翘翘，结果救难队咕噜咕噜咕噜，直升机来了，倒下去怎么拿？就高山族青年说不需要那个梯，我们自己高山族下去，我下去的时候马上绑起来，用扛的把两个两个抬上来，有两个尸体都抬上来，不需要直升机。当然现在越方便越好，所以爬山的平地人也是有和原住民高山族青年有到帮忙，所以安尼互相帮忙，安尼好不？所以我即马伫呼吁大家，这就是咱民政府的包容、的疼。所以我们看看这今天的，是因为这样的，连最先中华民国的李元洪复位中华民国大总统，在1922年的时候下令撤销1917年6月解散国会。然后要回复国会的时候，因为要立宪法，那这些宪法呢，因为人数刚好人数不够，一定要法定人数586个人。总统候选人呢，曹锟公然发给各议员5000块贿选贿选，啊，你无怪啦，中华民国就是从这边学习了。对这学习啦，头一届中华民国在1922年是开始贿选一人5000块，5000块不少呢，哦，不少啊。对了，现在要比现在的他们几十亿也差不多了。中华民国底下贿选贿赂嘛是赶快的，到最后，所以他们说。这个就是贿选宪法嘛，开始。好，我们看看在贿选宪法里面也已经影响了 DPP 民进党、你看看这整个一检哦，全当然全国性不算，因为他们自己自称的，不是国家了，这是我当漏那他们的。那全在那时候台湾省哦录取哦，台湾迄时的台湾省哦，有江苏省，有江苏热河、新安，整个这些，干那台湾北的，我们上切掉，
你抬升，好，再下来，下起来，下来，好，共录取548个，你看五百四十个拢是中国，台湾人敢那八个，去死哦！所以你看这些是不是诈骗？哪里有那么多的辽宁省还有安徽省热河省抵台湾，只要有几个人就算几个，所以他们好康啊，好康到今天的一直炸炸，把已经炸干了还要再炸，这样有继续的机会吗？有继续的机会吗？没，是怎么？因为我们台湾民政府啦，你我的责任呢，这是我们的大工程，我们是真正的大工程。哎，这个是谁啊？台湾人际啊，赶快去缴税啊！这个人说我没有绿卡，哇，民进党这边说你有绿卡，那是他们的。最后他没有绿卡，他很诚实，是怎么没绿卡你知道吗？他是不是中华民国国民？是不是台湾人？他是什么人？美国人啊。美国人要不要绿卡？美国人要绿卡吗？嗯，变啦！当然，伊讲我无绿卡，是事实，就是安尼啊。无绿卡是因为伊是美国公民啦。安尼知影无？难怪台湾本土台湾说你有绿卡，民进党说你有绿卡，在那边斗来斗去，结果中华民国人在那边拍手，好啊，继续啊。原来尿气好，连他们要在2013年监察院的时候，这个大家听过这样的新闻，6-6哦，结果没有弹劾，到最后就无声无息了。本来要弹劾的人，那无逮无解。好，连那个高铁那时候开始盖的时候，3954亿，那这整个都是要背负我们儿女的1.7万，这样去计算。然后在2009年的时候也是一样。法院，台南高等法院的五庭厅长，这个也是贿赂嘛，毒品的，到最后有没有起诉？起诉无罪，所以这个也是一样，一直到用选举来当作说，万有选举就是有民主，这个民主就是伊家己创造，实际上有安尼无？所以今仔日。是怎样台湾民政府的存在？旧金山和平条约第三条，这边都讲得很清楚了哈，这个不必讲。那真的我们要看看这些贿赂的这些都没有事情呢，这个都是贿赂的呢，都是安尼啦。你看。很像那么炸的诈骗的人面笑哇！你看这些他们终身领2000万呢，我们楼刚我们农人的，有安尼无终身？无啊，会当改无？会当改无？是安怎？台湾民政府就是安尼啦，安尼好无？哦。你们打瞌睡不要那么大声哦。
好，这个都是一样的，都在比较，看哪一个人脉好的，都是这样。好，我们看看，在清净民宿，好，我们看这个图片，135家，然后112家有登记，刚刚好画的四间而已。你看135，难怪这清净民农场呢，后面底下是高沙族的赛德克巴莱那个影片了，赛德克族到现在哦，从水田下来的，就是从清净农场留下来的那些臭嘎，很臭。所以我当然，假如你们去游山玩水也不错了啊，不过就是也会增加高沙族的要接受那个臭味。都是官商啊，你怎么调？所以民政府就要重新调查了。好，那你看退休将军的，他们说6108亿还不够，他们还是继续。然后有的你看终身30年吃掉了6000亿。哦，你看这些总司令呢，都有他们的后康，还有上将村呢，每平100万的卖出，本来是向你削，贱户好因，但是因再转卖出去，贪掉，几百亿。很多不只是在山顶的，在台北的所有所在，这个都是为了他们说，因为是农民嘛。是荣耀的人民吗？哇，台湾人可怜了。但是我们不能常常继续悲叹，因为有人咱的参与会当改变。好，这个是都是数字了哈。那终身奉的最起码一级上将18万，二级上将15万，可能有提高了，这是当时的下列。现在有提管了，有18%，房子半价，水电够挂给，健保免费。昨天晚上秘书长有告诉你们，中华民国国民身份证背面右上面就是密码，那就可以看出你是台湾人还是中国人，都是000安尼。好，所以今天这个都是政治台湾，我们今天进入到法理台湾。好，今天欠安尼休困10分钟，安尼会使无？好，多谢多谢。